你没事吧？你是哪里不舒服吗？要不我陪你去医院？你怎么陪我去啊？你也不会开车？我骑车带你去。 再小也是辆车嘛。我送你走。怎么摔的？也不怕破相？有你这么安慰人的吗？疼不疼？破相了怎么办？ 怎么摔的？我就是跑800，跟同学闹着玩就摔操场上。让开。喜欢我吗？ 有一张标志的脸，怎么折腾都顺眼。快过来，快过来，被子都给你捂热了，一会儿就不冷了。
陆晨，学校有人特烦，放学老堵路。你要是在就好。追你。不想看。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嗯。上学期你表现就非常不好，我都经常找不着人。训练多，有信号的地方少。知道。反正你不忙了就给我打电话。嗯。宁小山。也不是完全了解我的状况，最多两年，找你骗了。再三争取的，想得美，不让去，让呢，今晚就睡一个房间。不让呢，就分开睡。我们昨天订的酒店，双人床。这里边几张床？Thank you.
跟苏妈妈聊什么呢？她说昨天你被小夫妻给冻得不行，大吵了一架。今天早上连日出都没干，直接去世去了。是很冷，而且越睡越冷，我就是被冻醒了才发现你。 我和我爸没说两句就断了。你刚才也是这样吗？怎么不进去？手都冻成这样了。我找不到你，我怎么进去？他和你说什么了？ 认真问你呢。来，你要一直这么帅。 在我这儿，军心如铁，总是会老的。那就多看看。我怎么记得？刚才有人说，俊磊只是刘娟。 你先让，我怎么聊？
当初你父母离婚，一个人挺难过的。有一段时间是，但也不叫难过吧，就是我爸有了第三者，让我觉得这是一种羞辱，觉得他不配做我的父亲，在道德上我无法接受。后来为什么原谅了？ 在我留学回来那年，他生病了，是下病危通知书让我过去的，让我跟他的律师一起拟遗嘱。倒不是因为钱，可能就是被这种行为感动了吧。但是感动是我自己的事，我妈的决定跟这个无关。 我不想喝了。 我爸妈分居是在我高中毕业以后，所以对我的成长也没有什么影响。段柔才可怜，她从小就没有怎么见过自己爸妈。明天开始，有一个长期任务。等能回来，我和你一起去家里。 站好，立正。哦，严肃回答：为什么不带我去家里？我陆延辰离过二等功，品行端正，样貌也还算不错。何止不错，红颜祸水。严肃回答。哦。为什么？ 不想你受气，我受委屈可以，但我要看到你受气，我受不了，一丁点儿都不行。谁都不可以欺负你。从今往后，只有我可以欺负你。要是有别人欺负你的话，我能跟他拼命。 不是哄你的，真心话。对不起。你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？上学那会儿答应过你，无论如何，经历什么都不分手，还是分了。 撬开你这个闷葫芦的嘴，真的比登月还难。恭喜你，登月。松鼠桂鱼、宫保鸡丁、猪肉炖粉条、安排上饭。
走了。嗯。危险不？不危险。讲座授课。哎，有新女队员不？一半一半。忘了给你买戒指了，戴无名指当桃花，出门靠自觉，失去我这个有钱有貌、大度懂事、忠贞不二的老婆。是你的损失，不是我的。睡吧。小心点，别把手里的东西弄掉了。张镇定，不喜欢，都不问我就买了。不喜欢没关系，明年再买，再不喜欢，后年再买。到时候串成一串，挂在脖子上，老了谁的戒指都没你多。试试大小。你的那个呢？你怎么现在就戴上了？方便。值得表扬。哎，你不方便出基地，怎么买的？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想买的样式，然后估算了一下你的尺寸，让领导去市里带了一对回来。你干嘛麻烦领导呀？你今儿回来，晚上咱就能买。主要我自己想先戴上。再看看，再看看。你干嘛要把戒指放裤子口袋里呀？你怎么猜到我能摸到？过去我做饭的时候，你总是喜欢从背后抱住我，把手插在我的裤兜里，这是你惯性的动作。哼，诡计多端。是过于了解您。嗯，我先做饭，鸡汤快好了。你等会儿，我本来是想晚上告诉你的。我好像。